回来了，怎么这么晚？哦，我在公司待了。啊，来，那我自己来嘛。啊，你先去洗手吧。洗手。我给你做了好多好吃的。来，快过来。做了这么多菜啊？嗯，快坐。哎，我自己来。尝尝我给你做的鱼。好吃吗？好吃。这些都是我妈教我的手艺，不过都好久没做了。你要是喜欢吃，我以后老做给你吃。啊，对了，我还买了酒。哎，我不能喝。哎呀，少来一点。这杯酒啊，主要是因为今天你晋级了，专门买了为你庆祝的，离冠军越来越近。谢谢。来，干杯。你慢慢喝，我也干不了。哎，高兴吗？你随意，你先多吃点菜。啊，尝尝这个。哎，我自己来吧，小姐。你怎么不吃啊？我吃过了，我看着你吃。啊。其实我也吃过了，我在外面随便吃了一口。这个菜还没尝过呢，尝尝，多尝尝啊。哎，小倩，小倩，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什么事儿？我想从今天晚上开始，我就不住在这儿了。那你住哪儿？我想住到公司的小会议室去。为什么？你住在这里不方便吗？啊，没有，住在这儿挺好的。但是呢，我觉得就我们俩这样住，不大好。不是还有天一吗？有什么不好的？我都没觉得怎么着。没事的。不，还是不大好，对你也不大好。你是真的关心我？哦，我是啊。那你娶我吧。啊？多吃点。你是不是觉得我配不上你啊？你现在大小是个名人了，如果得了冠军，就能进大公司工作。以后就是金领，年薪就要几十万。你是不是看不起我这个从农村出来的傻丫头？小倩，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你人特别好，我也很感谢你这段时间一直在给我帮助。但是呢，但是我觉得我们不是很合适，我年龄也比你大太多了。而且我还带着天一，这有什么？年龄不是问题，我妈都说了，男人到了30才算成熟。我就觉得你好，跟着你踏实。你放心，我很喜欢天一的。你要是不喜欢，以后我们不要孩子了，就天一一个，我们一家三口会过得很幸福的。小倩，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只想说谢谢你，但是，我真的不能像这样住下去了。我已经想好了，就是今天要搬的。对不起，我去收拾一下。我把钥匙给你放这儿了。
走。小心，别这样。你喜欢袁水瑶是不是？不让你走，你跟他在一起不会幸福的，你知道吗？他根本不可能爱你的，他爱的只有他自己，他就是一个自私的工作狂，你知道吗？小倩，你别这样。小倩，小倩，我不让你走。你怎么了？你们不会幸福的。小倩，来，你先松开，你听我说。我不。小倩，我不。来。别淋湿了，过来吧。你这样淋湿了，如果感冒了参加不了明天的比赛，我会很伤心的，你知道吗？我会很过意不去的。小倩，对不起，我真的从来没有想到过要伤害你。没有谁伤害谁。刚才是我不对，是我太冲动了。但是我是真的爱你。我知道。小倩，这没有谁对或者不对，你明白吗？我们两个不合适，因为我们之间不是爱情。那什么是爱情？我只是想好好的爱一个人，踏踏实实的爱一个人。为他好，为他着想，这一切有错吗？这没有错。小倩，你相信我，如果是以前的话，我真的会接受你的，因为我之前那段婚姻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通过跟我的前妻离婚，我渐渐明白了很多事情。我怎么跟你解释呢？就像我很想喝酒，但是我却喝了一碗粥。它可以温暖我，它也可以让我不再饿了，但是它不能让我大醉一场，你懂吗？也许你觉得我很可笑，都变成这个样子了，我还在谈论什么爱情？我应该没有资格了。但是我觉得我通过这段时间，我领悟到了很多事情，我渐渐懂得了，学会选择和放弃。我明白，人一定要学会认识自己真正的情感是什么。小倩，你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你很温柔，很善良。但是你知道吗？这跟我们之间是不是爱情没有关系。你应该为自己活一次。你应该去把握真正属于自己的感情。对不起。你说这个袁水瑶，他对别人，咱们就说他太苛刻，对吧？这样的领导，对自己呢？他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所以大龙，我们要跟这种不正之风做斗争。证据，我要给你们一个非常公正的比赛环境，明白吗？明白。作为我一个下属，大学毕业六年了，我在公司里，在他手下，我容易吗？对，我到现在我连个家都没有。我听说，我真的觉得我自己
特别累，特别孤独，真的。我来打搅你，我今天想住到公司的小会议室去，你看行不行？如果行的话，你这儿有没有钥匙？那你进来，进来再说。我进来把你拖鞋弄脏了。那你别换拖鞋呀。那把你地弄脏了。你赶快进来吧，你这样会淋病的。我换身干衣服再走啊。有干衣服吗？我有。换吧。我。哦，去里边换吧。哦，我冲一下。来，趁热喝点姜汤。不了，太耽误你休息了，我这就走了。等雨停了吧，你衣服烘着呢，喝点吧。我打份文件啊。啊，谢谢。坐着吧。喝点热的。你这忙什么呢？啊，这个是我爸爸送给我妈妈的定情物。我看看。这个玉镯被我不小心打碎了。其实它是我爸用了4年的时间，一点一点亲手打磨出来的。看得出来。跟批量生产的就是不一样，这一块更有感情。其实我相信每一块石头都是有生命的。以前我在自己的小古董店里，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静静地坐在那里琢磨我那些小玩意儿。有的时候我甚至不希望有顾客来打扰，我拿着我的强光手电筒，拿着放大镜，静静地看着他们，看他们的颜色，看他们的光泽，看他们的纹理，我甚至喜欢看他们的瑕疵。那个时候我就在想，一块石头，它经历了几百年、几千年，甚至是上万年的地质运动，然后慢慢的，它的质质开始改变了，它由一块普通的石头变成了一块璞，可是别人都不知道。它依然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它就躺在深山的某一个角落，太阳晒着它，雨水浇灌它，它经历了春夏秋冬，见证了时间的流逝。
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里面，他碰到了一位能工巧匠，他发现了他。他发现他是一块璞，然后他开始打造他，塑造他，磨练他。渐渐的，他被打造成一块玉。这真的是一个生命的过程。你没有孩子，你不知道，孩子孕育的过程也是一个奇迹。有的时候你会等待，有的时候你又会失望，但是整个过程又充满了惊喜。哎，我们每个人来到世界上，就是要经历这种酸甜苦辣的过程。想想看，由璞变成一块玉，真的是一段美丽人生。就像我们这个比赛的名字一样，美丽人生。说了那么多，不过我已经很久没有跟人这样说话了。我给你换点热的吧。啊，不用了，雨好像小一点了。我该走了。那这样，我这有一张那个折叠床，军用的。你拿去用吧。好。至今，那个夜晚回忆起来都记忆犹新。那是一个特别的夜晚，在袁水瑶家，我对她说了很多以前从来没有说过的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是一种很微妙的感觉。回到了会议室，我睡不着，我站在窗口，我想了很多，我想了一夜。谁把东西搁这儿了？这是谁的呀？这东西是谁的呀？不会是你的吧？袁水瑶同意你在公司住了。袁水瑶可真是你的福星啊！你到底想什么呢？我站在这儿，看着这个城市，看着路上的车辆穿梭不息，人来人往，我觉得我心里很平静。为什么？大龙，我这段时间一直在这个城市里面奔跑，可现在呢，我却能够远距离的注视，这说明此时此刻我是安全的。你这纯粹是掩耳盗铃，比赛都到这个份上了，生死未卜，你还说自个儿是安全的？你知道两军打仗什么时候最可怕？不知道。不是在跟敌人交锋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你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你的目的就是要杀死敌人，你根本来不及害怕。最害怕的时候，就是你蹲在战壕里，
看着敌人黑压压的压上来了，可是战斗的命令还没有下达，你只能在那里紧张的注视着，还要保持冷静。我现在就有这种感觉。三哥，我怎么觉得你跟以前不一样了？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大龙，比赛比到今天，我突然觉得，最近我心里面长出来一种东西，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是它一直在激励我。有时候它让我睡不着觉，有时候它让我热血沸腾，有时候甚至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但是渐渐的，我开始喜欢上这种感觉了。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东西。三哥，你越来越难以琢磨。小倩，于经理，你怎么来了？我来找严总。哦，哎呀，好长时间不见。是，变漂亮了。哪里哪里，谢谢。你找严总什么事儿啊？嗯，我跟他谈谈。找他谈什么呀？袁总在吗？哦，在办公室呢。行，那我去找他了。哎，去吧。嗯，再见。哎。小倩，你怎么来了？袁总，我今天来就想问你一句话，你是怎么看待张三的？什么？张三喜欢你，你不会不知道吧？你想说什么呀？你会喜欢一个样样不如你，为了升级奔跑还带着孩子的男人吗？以我对你的了解，你爱的只是你自己，你对待任何人都会像对待你的员工一样，不允许他犯一点错误，不允许有一点过失，否则你就会让他滚蛋，离你越远越好。我林爽，我们都领教过了，下一个会不会是张三呢？袁总，张三是个好人，他已经很不容易了，我真的不希望看到他在你这里再受到更大的打击。我没有权利干涉你的自由，但是我希望你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能否认真的想清楚。我不希望看到他在你这里受到更大的伤害。我说完了。说完了吗？说完了。谢谢你的提醒，再见。再见。由凤凰珠宝有限公司举办的凤凰杯美丽人生超级珠宝商大赛进入了四进三的比赛，那么担任本场比赛的评委呢，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第一位是凤凰珠宝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孟一浩先生，第二位呢是凤凰珠宝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袁水瑶女士，第三位呢是北方地质大学矿物研究所的所长徐风华老师。好，欢迎三位。那么本场比赛呢，分为四组，每人一组，陈天宇一组，第二组方大仲，第三组傅大龙，第四组张三。那么形式呢，还是跟我们以前一样，进行全程的拍摄形式。好，大家看到了，对面呢有四位穿着白衬衫、拿着夹子的，这个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每一组的监督员，他们会跟随着你们一块比赛。不一样的是呢，我们后面呢配备了两名的志愿者来协助你们的这次比赛。好，接下来呢就有请我们的徐老师宣布一下比赛的规则，有请。这场比赛呢是从上午的9点开始到下午5点结束，历时呢是8个小时。这次淘汰的方法也非常简单，
也就是你们四个人成绩最差的一位将直接被淘汰。咱们在这次比赛过程中，不得使用通信设备，不得动用已有的社会资源，如果违规将被取消比赛资格。大家明白了吗？明白了。好，请孟总下达一下比赛的任务，有请。那么上一场商业实战主要是考察大家的这个营销能力，这一次呢，这次比赛需要大家完成一个商业的整个过程，啊，具体的任务是，公司将分配给你们每人40,000元人民币，然后让你们去采购珠宝产品，进行一次促销活动，最后呢，以完成的商业利润作为这次比赛的成绩，啊，要记住，你们必须在8小时之内完成这个过程，时间非常紧迫。听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明白了。好，比赛开始，准备出发。哎，老范你好。你好，你好。这两位志愿者呢，都是咱们地质大学的学生，还有咱们的摄影师。好，谢谢你们，张老师啊，我们都特喜欢您。嗯，大伙都说您是这次比赛的平民英雄。哎呦，谈不上什么英雄，我能合格就是优秀了。哎，这40,000块钱比赛用的，把你身上的钱给我吧，比赛结束后会还给你的。嗯，好。我就这么点钱。咱们出发吧，其他组也出发了。我现在还没想好去哪儿。你们不着急，先坐下等一会儿，给我点时间好吗？哎，好的啊。4强的比赛开始了，我却开始犹豫。我手里有了40,000块钱，当时我在想，如果那40,000块钱用得好，不仅可以完成我的比赛，也许还可以实现我对老李的承诺，解决婷婷的学费问题。陈老师，我们能做些什么？不用，你们在车上休息吧，我一个人就行。好的。方大柱，啊？我给他们每人10,000块钱进驻这家店。你们俩，我每人给你们10,000块钱啊，进这家行。你们看见什么东西便宜买什么，挑最便宜的买啊！一定要把10,000块钱给我花了。哎，谁不花我跟谁急，听明白了吗？明白。懂了吗？懂了。Go， 走。想好了吗？我们去哪儿？你们是哪个大学来着？地质大学啊。好，我们就去地质大学。我请问一下，郑总在哪个办公室？那边116。好好，谢谢。请进，郑总。陈天宇，师傅，你好。你这是在比赛啊？对，比我这儿来了。我在比赛当中遇到一些困难，想请您帮个忙，好吗？说，是这样，我想在你们彩虹公司购买40,000块钱的珠宝。想买什么样的？我想买现在市面上最紧俏或者说最缺少的商品。你应定了，谢谢。师傅，一会儿车进大学以后，
先开到图书馆门口。好嘞。等住！我们挑个人多点的地儿，把这些首饰都卖了。哎，我们也找个人多的地方，好好发挥我们的本领。走，回见。一会儿进到图书馆以后，你们先按照这个清单去把能找的书目全部找出来。你找这些，你找这些，啊，尽量的找啊。你好，请问你们老板在吗？稍等一下。好。关注这个比赛啊！我看看，戴上今天一定漂亮。你看这个，这纹理，这个裙子，表演开始。这特别适合嫁妆，我们好商量商量。阿姨，您走啊！哎，阿姨，来，阿姨，看一下，哎，大姐。您瞧一瞧，看一看啊！您走过路过，您千万别错过。来这边，来啊！哎，这位大妈，哎，过来吧，您过来看看，来，特惠珠宝啊，打八折了！哎，来来来来。嗯，好，很好。哎，你再去找一本那个岩石矿物光谱分析，啊，应该也在那个位置。走吧。那我们下一步干什么？不干什么，完成任务了，回家休息。来这边，来，哎，瞧一瞧，看一看啊，特价珠宝，哎，您看看怎么样？走过路过，您千万别错过。傅大龙啊，傅大龙，瞅一瞅，看一看，你看我们珠宝行业真是浪费了。特价啊！哎，你们说说，这整个就是一个职业模特嘛，真是佩服。要不我们也？我说你傻了啊！您说说看啊，像我们这样的人才，能像他们那样抛头露面撒狗血吗？我跟你们讲，凡是能成功的大人物啊，都要保持一定的神秘感啊。瞧瞧，看一看啊，特价。放心，我有办法。你们先看着啊，我去了卫生间。哎，这位大妈，看看，请看看，多漂亮的耳环呀！多漂亮的耳环呀，金光灿灿的啊！戴到您耳朵上就俩字儿：富贵。你帮我摘抄一下稀有元素的测定，啊。这次比赛啊，我做足了之前的准备工作，所以相信最后我肯定是最成功的一个人。啊，我是四号，我叫方大众，请大家一定支持我，我自己也会加油的，谢谢。哎，看看怎么样？特惠价非常便宜。再看看这个项链，南非进口的，啊，进口的。哎，您脖子上刚好没项链吧？我觉得这项链就合适您啊。来这边来啊，您看看看看，大妈，您看我乐半天了吧？啊，我来了，您看看，哎，您看看这款项链怎么样？怎么样？合适，比您脖子上那个粗。四强的比赛一直令我印象深刻。我记得那天。我们在图书馆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老李曾经给我看过的那块石头有两个特质，我一直不敢确定，所以那天临时跑到图书馆去查资料。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啊。
怎么样，好看吗？啊，让你妈给你买去啊！来，大家伙儿都过来，看看看看，哎，各式各样的，应有尽有，打八折。哎呀，哎，那个，我们回去吧，好吧？啊，哎，好嘞。啊，已经4个小时。时间已经过半了啊！我知道。您看这玉镯的成色相当好的。刘晨，我那音响啊，收拾，咱们马上走人。戴这个还有一个讲究，就可以保平安的，你知道吗？戴，他给您介绍去啊。好，哎，大爷，嗯，哎，要不我把这风水宝地儿让给你？哎，不用，我们讲好了，公平竞争嘛。我是和你公平竞争啊，可是我东西都卖完了。哎，我帮你卖。哎，走过。泰隆同志，这个早结束啊。并不代表早成功，我们啊，现场见。没问题，现场见。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样的好成绩。难忘今宵，难。还剩不到3个小时，你们到底要干嘛呀？现在我们可以出发了。小姐啊，您可真识货，这个东西真是货真价实啊。来，小姐您拿好，谢谢您啊，慢走啊。得了，咱们也走吧，任务完成。收拾吧。老王，张思啊，你怎么来了？啊，我在参加那个美丽人生的那个比赛。哦，不过你啊，你还记得吗？你跟老李一块儿买过一块石头。石头什么石头啊？赌石，就是那块赌石。哦，来，我找找。哎，你让我看看好吗？我放哪得了？哦，什么牌找得到？是不是这块？哎，你有强光手电筒吗？有。你要它干嘛呀？看看这块石头，当时他买的时候我就不同意，这不是胡闹吗？花4万块钱买这样一块破石头，也不知道当时怎么想的。哎，赵三，我正想告诉你，老李这事对我影响可大了。我们这人做买卖都讲究一个风水。你看，这得影响的我还怎么来干下去？哎，你有小刀吗？有。这破石头4万块钱真的不合算。哎，老王，你听我说啊，你把这块石头卖给我吧。你真要买啊？真的要买。哦，这样吧，老李当初是花4万块钱买的。现在2万，你拿去。不，我还给你4万。为什么？我还给你4万。为什么？你听好了，老李啊，伺候我还有我爸，伺候了这么多年，然后呢，跟咱们俩又是这么多年的兄弟，他就这样走了，我心里特难过。老李的女儿婷婷要上大学，现在等着交学费呢。我给你4万，你拿出2万帮婷婷交个学费。甭说了，我明白了。老李有你这样一个朋友，这辈子值了。啊，你放心。剩下的事，我来办。还不到1小时了啊！好，你抓紧参加比赛。那这事就剩下的事情，我一定办好。我们现在拿这块石头去解放路玉器加工厂，快！那老王，拜托了啊！再见啊！喂，郑傲吗？哎，你好，我是张三。我这里有一样东西会给你带来丰厚的利润，如果你感兴趣的话，能不能在半小时之内带上支票本到解放路的玉器加工厂？啊，好。好，那我在那儿等你。哎，张三，离比赛结束不到40分钟了，你现在只有一块石头，你是不是疯了？